我们试试这个天赋啊，它下面带了这个东西，做了个经验，我给它推线。哎，注意危险！哎一下，拉开！哦，掉闪了。不是狂吗？不是压吗？来呀！来呀！哎，我靠，好像开了自动攻击。我说的呢，我一用 W， 他自己就给我 A 出去了。点燃劝退是吧？杀不死了。升级了。我们把这波线给他推了回家。OK， 回家。好，这边越塔了，盖了一个闪现大宝剑，没有插死。OK， 我来收个头。哎，美美滋滋。那边附近有眼啊。因为打一套就溜，哎，回家回家，上路被抓了啊，还不回。小小男枪，可笑可笑，还想操作我啊？上把赢了吗？没赢，上把拒了。好，上路打过了。手伸拿了吗？拿了，第一把就拿了。
干嘛？集合进攻峡谷先锋。他干嘛？他干嘛？敌方已击败亚龙。他干嘛？我方已击败峡谷。他干嘛？他干嘛？攻击敌方防御塔。哼，男枪啊，男枪！发起，远离敌方，远离敌方，格雷弗斯。现在看来，下次得考虑跳车。嘿嘿嘿嘿。没必要啊，兄弟，这个。怎么说呢？我马上就到。你危险，要被抓了你。我在路上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嘣，没打着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回家了啊，回去守塔去了。我马上就到。注意，注意危险，注意危险。我们的朴臣第一高手有闪现，怎么不用呀？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没到。注意危险！快跑！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那炮起来，对面娜美直接一个致命滑彩定到一个 Q，OK，、okay, 收掉。啊！居然没有蓝！哟，直接开大，快跑！这儿有眼哈，我一往这儿一露头，哎，他就往后走。打龙团了，兄弟们。我在路上。Enemy turret。我在路上。我在路上。我在路上。他们龙女没大。你
砍死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不过我上来一秒一个，再踩上来，我打一套 AOE， 不着急，我们把龙拿了，那龙你开的大，我们先打他辅助啊，他的点燃。对面两条龙了，回家。我在路上。我马上就到。回家，回家。来拿增益。完了，蓝又拿不上了。攻击敌方防御塔。我去拿这个蓝。打龙，打龙，打龙！我在路上，注意危险。再踩一下，哎，挂个点燃，拉开，不着急，吃个果子。哎，我好像被男枪崩回来那个玩意儿给崩死了。老盖伦直接一手点燃劝退，在我们直播间这个问题已经这个讨论两天了。船，阿 Q， 我看视野，他弹过来找龙女。龙女在这一头，我们大龙没了，我回去搞这个啊。赶紧走啊，注意危险，我把下路线处理一下，我们打小龙。平衡重于一切，怎么这么龟缩呢？啊！
打个精神的钱。OK， 回家搞个精神。我在路上。我在路上，快来，兄弟！好，上面单杀了。人呢？推线呀！来拿增益，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快跑！OK。我们这个，兄弟。这个玩小法的兄弟，我再跟你讲一句哦，就是你玩辅助考虑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想的太多了。黄条啥意思？黄条就是他三段大招的那个标记印记。拿下，对面就是这个捞皮，一直搁这儿拖是吧？感谢叶问指挥同花顺老板送的一张办卡、啊，谢谢老板。他下面有三格，到了第三格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一个从左边往右边变成了一个长条。你用之前是一格两格，到第三格。